生，38岁，新一把高手。千百年来，新一把一直是少林寺的镇寺绝技。形意拔它是有形意，而拔刺的动作，这个动作不在于多，完全有形意，没有固定的招式，我以不变应万变，比较多啦。是圈法皆妙理，尽在一呼吸，就是圈法的所有大道理就在一呼吸之间。我们之所以能变换，就靠呼吸；我们之所以能有力量，也是靠呼吸；阴阳的平衡也靠呼吸。心一把习成之后，就能达到无招胜有招的武学境界，心随意动，见招拆招。